Hi, my name is Kai Wa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YC Onion 的金果快拆 Q1。那我们就直接来快速开箱吧。那盒子里面有一本说明书跟一张温馨提示。盒子里面有两个3/8转1/4的转接头，然后有一个一字起子，那这个就可以把它当作钥匙圈吊饰，就随身携带，还蛮方便的。那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橡胶配件，盒子里面还有一个六角扳手。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金果快拆的部分。OK， 那盒子里面就这样。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深入的分享一下如何使用这个 YC Onion 的 Nut Q1 金果快拆，还有我自己的使用心得。那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外观跟做工的部分。那真的，我觉得没话说，整个都是非常扎实的金属，所以它才能承重20公斤的器材，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厉害。那整个快拆也非常简单，你只要把旁边的拨杆往后拉，你整个快拆就可以拿起来。那你要装回去，也就轻轻松松的，这样子我们就安装好了，非常快速。这整个快拆可以承重20公斤，我觉得其实颇厉害。那我拿到这个快拆，我第一个想要测试就是油压云台装到任何的脚架上面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在那里旋转需要旋转很久，我们就直接来实测到底时间会差距多少。目前是没有快拆板的情况，那我们就需要慢慢的转，慢慢的转，慢慢的转，好，然后把它锁紧，这样子我们才能安装好。那要拿下来也是要反复刚刚的动作。那接下来就是使用我们的 YC Onion 金果快拆，那我们就直接真就装好了。那我们拿下来也是，哇塞，真太猛了！我要买200个这一个东西，这太厉害了，而且非常扎实哎、欸，它不会有像是快拆板跟快拆，就是快拆夹座的那个中间的晃动的，这非常扎实哎、欸，这完全没有话说。放一个云台啊，然后你把你的摄影机放在上面，完全没有问题耶，这太猛了吧！好，我非常推荐这个东西，这真的是超棒，这完全解决哦，云台放到脚架上的超大时间的问题。那我觉得你如果要把它放在你的云台上面啊，快拆你的相机，我觉得也是可以。那还有很多工具啊，像是快拆，像是滑轨之类的，或者是单脚架，完全都可以这样子超级轻松的拆装哎，真的是没有在开玩笑，真的是超猛的东西。好像是这样子，如果你一个大的三脚架，然后拍一拍，拍一拍，然后你忽然要把这个云台丢到一个滑轨上，或者是单脚架上面，你平常真的是需要花很多时间在那里转转转，不然你就要带2组的云台才会省下很多很多的时间。那现在你只要用1组云台拆下来，放到你要的工具上，你就可以直接拍摄，你相机都不用下来，超猛，真。那市场上其实已经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快拆，像是有 Manfrotto 系统啦，有 Arca Swiss 的系统，还有这个我觉得也还不错的 Edachrome， 他们有一个 Quick Release One。那这些小的快拆都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它不够稳固，没有办法像是这样子把一个云台装上来，上面还加相机，还非常非常稳固。这些小的快拆没有办法办到这件事情。那这些小的快拆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速度没有到非常非常快。你还有一个步骤，就是你要把它锁紧跟松开的这一个步骤。那这个洋葱工厂的 Nut Q1 完全不用啊，你直接放上去就好了，你不用锁紧，这真的是超猛。虽然这个快拆是洋葱工厂直接寄给我来测试测试的，但是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推荐，那我自己也会再多买几个啦。目前这样看起来我会再多买几个，没有什么大问题，非常非常推荐这个小小的快拆模组。OK， 这是我们今天的 YC Onion Nut Q1 金果快拆的分享影片。那当然喜欢这影片按个赞，订阅我们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开箱影片 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